尽在运通。老人的专利，这些长照2.0几乎都考虑到喽。除了失能身心障碍者，还有像未满65岁但是已经满55岁的原住民朋友，以及50岁以上的失智症患者，都是我们长照2.0的服务对象。副指挥官财富涨停板，今天一开始，指挥官特别要叮咛大家，今天7月14号，你记清楚，今天是关键时刻哦。我讲慢一点点，关键时刻的一个情况之下，第一个，你不要看错节目。第二个，你千万不要再跟错人。我想我今天7月14号关键时刻呢，一开始先帮助电视机前面以及啊所有在看这个节目的所有朋友，请你一定要记得我这句话，非常重要的叮咛。各位注意哦，今天有3件事啊，在本节目开始的时候特别要跟别人讲的非常的不一样。第一个，很多人跟你讲说台积电今天创新高了，所以台积电今天多好多好。第一件事情，我很怀疑这个节目啊讲台积电有多好的人之前到底是不是一直讲台积电，你讲台积电怎么在做投顾节目呢？那个就是访问节目呢。第二件事情啊，台积电昨天撑住了纳斯达克，但是纳斯达克还是跌下来了。请你注意一件事啊，台积电是撑不住美国股市的，台积电可以撑住台湾股市。所以你今天的整体性的大盘你要稍微想一下哦，如果以台积电涨了90点的状况之下的话，今天呢其实真正要扣掉台积电，那么等于说下跌90到100点，这边跟各位来写清楚说明白了。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弄清楚这个情况。第二个，我下午看一些节目真的是不吐不快啊，亲爱的投资朋友，昨天美国股市是怎么涨上来的？昨天美国股市是因为疫苗股那么大涨，辉瑞通过了所谓的快速通道，所以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啊，所以才把整个道琼指数往上拉的啊。昨天的美国的疫苗概念股呢，还是在大涨大涨的状况之下，莫德纳还涨了 14.65%， 这是和高端疫苗相关的公司啊。怎么会下午有人说啊，台股有台积电啊，所以百毒不侵啊，那什么疫苗股啊，生技股那是不好的股票啊，完全弄错了好不好？昨天美国股市是因为生技股在那边撑着，要不然可能还要跌得更惨啊。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一件事，今天是不是关键时刻？是不是不能看错节目？甚至我就必须要这么说，你说老师今天生技股啊，合一中天，等一下听我说啊，那个跌下来的股票，听我说，跌下来的股票有好的，因为跑太快跌下来是好的，但是呢有些浑水摸鱼的，各位注意一下下。我说过指挥官军团，你可以看到什么致富宝典 DVD 啊，致富宝典跟致富宝典 DVD， 表示我一切通通准备好了，一切通通准备好了。那在今天几乎可以给你证明出来了，等一下我们节目也会跟你提啊，那些追高杀低乱冲乱进的，你看以前讲这只股票生技股很好，今天又讲不好的那种是其中之一嘛。或是呢昨天不晓得从哪里什么时候买一只股票，今天开高之后走低又不敢讲的，这种很多啦。我就直接告诉你，千万不要去看这样的节目。我只能跟你讲，关键时刻谁是真正的正规军啊，谁是在那边乱冲乱撞的，或是来插花的、插科打诨的，我问你一句话就好了。各位看一下，来，你大概都会看一点技术线型吧，有哪一只股票到现在为止啊，从生技股来看好了，今天最起码都是跌出一个停板出来，对不对？跌了好几个停板下来，
啊，是不是都是有一个这种咚咚咚掉下来的？除了尽责从头跟你讲到尾的高端疫苗，除了尽责从头跟你讲到尾的国光生，有哪一条线撑在五日均线之上的？表示这件事情我早就事前看透了。轮到高端当王的时候，轮到高端当主流了，不能说是王啊，我不会告诉你说恒大是主流。轮到国光生当主流的时候，我不会告诉你说这个什么瑞基是主流啊。你没有发现吗？所以该轮到谁的时候，我讲得非常清楚啊。在股票市场里面，谁才是真正的在生技股能够帮你的忙的，请你认清楚、看明白。好了，我们话不要多说，赶快进行今天的一个盘势哦。请各位留意一件事情啊，做股票来讲的话，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啊，大涨之后啊，还会不会涨？最重要是有没有更大的利多。你去想想看，从这个12273点，上个礼拜四以前都在喊12682会到。那上个礼拜四12273出来之后，有人告诉你会有12档千金概念股，有人告诉你联发科会上1000元，昨天告诉你台积电连2纳米制程都做出来了，今天又告诉你台积电会到500，台积电500以上的话超越英代尔。你去想想看这个过程，你大概就知道了。你如果台后面还有更大的利多，那至少可以维持住这个盘面，而且这个利多要有多大，你去想一想看看就知道了。哦，如果没有的话，那电子股可能在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开始思考。那么而且这是一个软性需求啊，你各位看一下今天呢，那么做电子股的分析师不会告诉你的消息，为什么这次玉晶光，各位看一下玉晶光为什么比大力光强。其实你以为我电子股不懂，我比他们都还懂很多呢。这次人家5G 啊，因为手机，因为5G 变贵了，所以只好买中阶价位比较便宜的手机啊。三星今天推出来是中阶的手机，您知道吗？外面在新冠肺炎，很多人没有工作了，手机买便宜一点，反正呢电话费反正又要变贵了，所以玉晶光才会比大力光强啊，所以联发科才会强啊。但是你没发觉一件事，注意一下下，今天的联发科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对劲了啊，三黑吃一红啊，6533这个叫做 IP 嘛，3529这个叫 IP 嘛，你没有发觉一件事，3661这个叫 IP 嘛，这个电线都出来了。所以我跟各位讲说什么叫路遥知马力，我今天来第一件事情还在讲这个啊，真的我后面还有好多事情要跟你说，有没有爆料？没有啊。那将来会不会有利多？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只能告诉你人体实验还没做，你说会不会做？那你看一下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标题上面写什么，中国跟美国的疫苗，等一下来讲啊，中国跟美国疫苗都是大涨的。你刚才看到美国啊，你不知道昨天中国大陆的康希诺疫苗已经创新高了，来到246了，等一下你在我节目上会看到啊，他们都是开始进入所谓人体实验。还有昨天是什么？昨天是辉瑞药厂跟莫德纳药厂得到美国的快速通道，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快速通道就是最高的那一级，几乎等于麦克问你啦，台湾我跟我们问，不要说是稳过啦，但是几乎没有看到有不过的案例啊。自行的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快速通道？快速通道之后是所谓突破性疗法，接下来是所谓优先核准，接下来是所谓优先审核，它是最高的那一级啊。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我认为啊，是我们今天国光生没赚钱，可不可以？不能说没赚钱啊，你每一个点跟我们进来的都赚钱，只是今天它还没涨。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我今天就公开说，他们两个还是我们的最爱，我们还留在手上。这是目前为止唯一你几乎看不到所谓的转弱现行的状况的，有吗？没有吧？除了台积电以外嘛，你说台积电，我认为今天撑盘了，明天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啊。第二个，很多人今天在讲说，哎呀，合一啊，今天又跌停了。好了，有合一的，你记得要来找我。为什么？亲爱的投资朋友，谁最早能够把合一的 EPS 算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除了我的致富宝典跟我的 DVD 有讲到这一段内容以外，包含你的老师说今天授权多少钱，对他的 EPS 的影响，你叫你们老师下午算给你看看。我跟你讲，绝对算不出来啊，因为课堂上没有教过，分析师考试没有考过，生技股已经超过了过去分析师考试的所有内容。
黄敬哲想要帮助我的家族成员，想要让韵达，想要让我的团队变成最强，我们一定要懂得全市场上分析师考试里面没有的内容，那才是真正的能够领先。所以我第一个告诉你说，到了四字头的时候，你自己看着办。今天有很多朋友跟我讲说，他非常后悔太晚看到我的节目，要不然的话，合一只要卖在这个4743合一啊，卖在450块钱以上啊。我有很多家族成员来了说，哎，老师，我自己设飞镖去买两张，哇，通通在450块以上都走了。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早一点认识我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这几只停板不会是你的。还好你今天认识啊，要不然明天早上停损就是你的，知道吗？我现在在讲什么，你听得懂吧？还好你今天认识我，不然明天早上停损就是你啊。但是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啊，就算在这个附近打开啊，他要回到这个高点也不用，暂时也没有，他只要维持住他股王的架势就可以了，懂我意思了没有？那么未来还要做合一的话，要看这四个字，我上面写得很清楚，大陆的要证，台湾的已经算出来了嘛，台湾第一名到台湾到大陆中间的价格已经出来了，接下来就是要看中国大陆的要证，接下来才是全国，这才叫做合一的一个计算模式啊。我也直接公开跟你说啊，我知道说今天看到合一的一定说，哎，洪老师，这是上面写非我会员持股哦，听清楚啊，那合一每天在跳空涨停的，我跟你讲一件事，其实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赚合一跟中天的钱。22年前合一也是这样乱跳一通，你也赚不到他的钱啊。我还比较感谢其他的股票，只是说它可以当做一个指标股来带动就是啊。那么我也直接告诉你，就要合一绝对还是股王啊。你看今天早上有一个要抢股王的叫做他，有没有开高之后就往下了？什么叫做股王？今天我看到很多人在骂合一跟中天呢、啊。我今天就反过头来要跟你讲说，你要看对节目嘛。股王呢，必须要能够带动比价，才叫做股王啊。你要想清楚一点啊，这个才5亿的股本而已啊。而且你看他这样子像是要带动比价的样子吗？亲爱的投资朋友啊，给你带动这些就惨了、啊。所以呢，要能够带动比价，才能够是真正的股王。我直接告诉你一句话。合一只要不是股王，我认为就快要准备打开了。我只能这样，可能啊，就快要了，好不好？今天你看到我节目是不是赚到了？啊，你有合一的，赶快叫他们过来看；有中天的，赶快叫他们过来看。万一啊，明年万一打开那个时候，你又卖到最低点，我不知道啊、哦。他们后面还有没有机会？但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了，注意一下下。那疫苗先告诉你一句话，快速审查那叫最好。这 fast way 突破性疗法是第二名，各位看中裕跟浩鼎，这个 OBI 822跟 OBI 35就是第二名啊。加速审查台湾没有了，优先审查以前有个叫基亚的，这样懂不懂？那以前快速审查里面就是4162的智行，所以当时我就跟你说一件事情，请你注意一下下，疫苗现在是非常缺的、啊，所以美国为什么莫德纳一下子过了，甚至包含了所谓的这个辉瑞昨天就一下子过了，那请问一下，莫德纳跟谁最好？莫德纳跟谁最好？是不是跟他？你没发觉他尾盘还翘起来？明天早上11点正式台股生技月第一个上台报告的公司就叫做高端疫苗，第二个叫做承德跟国光生技啊，这你知道吗？你说老师，那我明天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我只能告诉我的会员朋友，至少在今天以前，你们做高端跟做国光生技都非常满意，绝对比他还好。等一下我还要来讲养乐法，啊，这时候哪些是浑水摸鱼的？那他将来还能不能摸？我等一下说给你听。所以你不要把今天生技股跌停板的通通都第一个通通都丢掉，第二个也不能留，通通留下来啊！哎，讲不完了，休息一下，请你跟上真正能够帮助你。正统军团、指挥官军团，千万不要再去找一些什么只要盘中的时候随便一只涨停板就说是他的生技股的分析师啊！我今天真的是语重心长，话说多了，我们休息一下，你一定要想办法赶快到我们这边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老师，生技领头羊，迎接新纪元，致富六八八，今年过好年就看下半年，致富六八八，今年过好年就看下半年。需要专线02-2781-0909，2781-0909。市场唯一，生技加科技专家，流水理论超越市场，趋势大师黄老师，当冲正中，时间密码，当冲加波段双向获利。刷三线02-2781-0909，2781-0909。运达投顾黄老师，生技领头羊，迎接新纪元，致富六八八，今年过好年就看下半年，致富六八八，今年过好年就看下半年。需要专线02-2781-0909，02-2781-0909。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们节目不能讲绩效哦，依据法令绝对不能讲，所以呢，我只能告诉你说，你曾经看到过的，那么我们全部的家族成员都知道的，我今天只能这么短的跟你报告，45.6块开始进去，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各位看到没有？一路上啊，那么高端疫苗一路上这样子过来的时候，哇，第二张跑去哪里？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甚至包含国光生啊，高端疫苗180%，国光生从30.7%到现在，来，没看过的朋友30.7%在这里啊。30.7%在这，你看一下30%在这里，没错吧？哈，我今天就这样子带过去，这个45.6%，到今天为止，只要是拉回，我们都是在都还在场，对不对？你相信你在节目当中也通通看到了，所以我今天用这个方式来带动的原因是什么？别人只要每天喊涨停板，我是要跟你讲道理呀、啊，你慢慢听啊，各位来看一下，昨天美国呢，美国的辉瑞跟莫德纳两家公司都通过这个快速审查，快速审查几乎直接告诉你一句话。啊、你就赶快把它做好，做好我就让你过了。常常讲就是很像了，所以将来你应该会看到更多的疫苗股要快速审查。我是不是很早就跟你说，请你注意一下，因为疫苗这次呢，疫苗不会打死人。我讲白听白话一点就是这样，那个打死人几率非常的低，它不是癌症新药，所以打下去呢，各位注意一下，来注意哦。那么现昨天的新闻，这是最新的。那么现在呢？昨天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期刊讲说，解放军呢打了这个康希诺的疫苗啊，打下去知道怎样？有一半出现发烧，44%疲劳，39%头痛，46%发烧啊，有副作用有要打，因为发烧三天就好了嘛。好了之后呢，他们就有抗体了，他们又变成全台湾、全世界，不是全台湾的，他跟台湾没关系，全世界他们都又自称最勇敢的解放军了。所以在中国大陆，他不会管你是不是有发烧的状况，这样他一定告诉你说我成功，你知道吗？昨天美国莫德纳是大涨，带动美股大涨14.6%。更可怕的是康希诺的一个股价，来一期完成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找了108个人去试啊，结果一样差不多一半都昏倒了，一半都发烧了。他说这样叫成功啊？成功之后，国际上就质疑说你这样不叫成功了，拉回了，知道吗？二期现在是直接跳过去，因为要赶快让它出来，直接跳过去啊。那昨天7月13号来到249块，打谁？打他们呐、啊，创新高了。这个新闻出来之后，股价竟然创新高，代表疫苗。我们这么讲那句话，我当初给你的观念，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成功啊。我说过各位啊，之前的 H1N1 的疫苗其实只有成功了70%啊，过了一半总统都带头打了、啊，党主席都带头打。虽然这两个现在不是最
真正的总统跟党主席啊。哪一天这边换成蔡英文，哪一天这边变成换成苏贞昌，还是换成陈时中，你就看着。你说叫我打我也敢啊，为什么？至少他不一定会怎样，顶多我三天不上节目昏倒好不好？所以将来他会怎么样，你心里头应该知道了吧。也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各位看到没有？来注意，我说过这个叫混水摸鱼概念股。以目前来讲的话，你看我做股票很仔细的，一开始绝对没问题。一开始养老法要做的时候，全市场第一个给你介绍养老法是我，因为台湾有个中原大学，这是蝙蝠哦，蝙蝠的实验室，这里面有蝙蝠啊，你看到没有？扩展这个养老法这样蝙蝠实验室啊，所以我跟各位讲，中原大学的蝙蝠实验室里面是有做这个东西的。OK， 最起码它可以怎么样帮忙里面做抗体。我说，请你想办法跟我们一起上来，没关系，我一定会带你到一个安全的地点，我们就下车，安全的地点就下车。OK， 到73块以上，我没有再做养老法了，我养老法退场。你说老师你好笨哦，后来养老法大涨哦，养老法大涨，哎，4133大涨。OK， 好，70几块的时候大涨，跳上去，呦呦呦。如果你是早期大涨，你就跟上去，我没话讲，反正你也能够赚得到钱。但是我最害怕的事情是，等你到了高点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开始宣布什么动物了什么有了，你才进去。你看一下好不好？很多，因为黄敬哲做股票不是只有照顾我的会员朋友。你现在看高端，你现在看国光生，我有亏待你吗？是你没有跟而已啊。但是你有跟他们的话，你看皮开肉绽，皮筋心惊胆跳啊。你如果养老法被套牢的，你也来找我。我刚才不是告诉你那句话了吗？你超车超到高端前面去是不对的，但是你如果在高端后面，以后听指挥官的，后面乖乖的走，那没问题。那大哥会照顾二哥，懂我意思了没有？瑞基海洋说什么？哇，从15万剂拉到100万剂，几月几号？6月9号，刚好在这里。有多少人告诉你瑞基海洋我会有多好有多好？我说15万到100万呢，增加6倍多呢，啊？结果到现在为止跌了143块，很多人还在跟你讲快筛。我告诉你一句话，说全世界有800多家在抢快筛的生意啊，只有10支左右的疫苗，高端获选 WHO 世界卫生组织前6名，国光生获选前10大工厂。请问这不叫头吗？这样跌下来也快100了，也快50了。你看一下我是怎么做这个 ABC 的，你看一下我是怎么做 ABC 的。你看一下我是怎么提醒你的，还有嘞，啊，还有这个1325的恒大，对不对？有没有人告诉你说恒大的股价要超越那个啊，要超越南六啊？我说它已经不是主角了，你就不要在那边去想。请问到今天为止超越了吗？股票市场有些东西你要去想想看。那么在去年12月31号的晚上，我们政府第一个打电话的人，注意哦。打电话请他来召集啊，国家队的人叫做黄青山啊。你什么时候看过职业棒球啊？啊，那个谁打球打超过林志胜？林志胜是中华队未来的队长嘛，以前是彭正明嘛，你超过队长。所以我说有些分析师在讲话的时候，你真的要来问一下指挥官。我真的不真的要讲一句话说你要不要跟我？那是有的时候要看缘分，要看你做决定。但是你现在是不是发现一件事啊？有些时候，他们所讲的利多后面根本不可 impossible 啊，不可能实现，对不对？那什么亚诺法要超越高端，那么这个恒大超越南六啊，谁谁谁要当股王？你用想都知道答案了，你看一下好不好？这才是真正的答案吧？这才是你真正要跟的吧？亲爱的投资朋友啊，我还是告诉你一句话：接下来的3年都是生技股的天下。你要跟上的是真正的正牌的指挥官军团。其实我不是只有懂生技，你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吧？科技股什么时候该让你退场？只是今年生技一直比科技好，我知道跟你讲这个。而且生技目前为止超过了过去所有考试的范围，所以你想说奇怪，为什么只有黄敬哲老师在讲生技，其他分析师不太会讲？我干脆就直接这么说，其他分析师根本就在瞎讲瞎摸了，因为考试没考过啊。除非你愿意去念生技宝典，在这里。除非你愿意开始花心思去思考，要不然的话，当时浩鼎怎么涨上去，怎么跌下来不知道；中裕怎么涨上去，怎么跌下来不知道；智勤涨上去跌下来不知道；今天怎么涨上去跌下来，他怎么会知道？我这里面从过去95年写到现在，
我当时1995年的时候，我也是在看那个所谓《生技新药产业条例》的。注意哦，今天就是这一档了，生技会议，明天早上生技会议要开了，生技会议主角股就是它了。等它一打开就涨停、涨停再涨停啊！生技会议到场的人，我们的卫福部长陈时中，我们前副总统陈建仁先生，还有生技会会长杨盼慈，前面两个你认识吧？陈时中跟陈建仁，然后呢？那么主角股就要在那边报告啊，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不用讲太多啊？我相信光这些宝这些你就肯定。等到我打开涨停、涨停再涨停，我们希望所有朋友来跟上真正的一个指挥官家族。你有生技宝典，你有涨停、涨停再涨停的股票，你有 DVD， 欢迎你。今天不要想太多了，关键时刻赶快跟到对的人，我就是你应该要跟上的那个人。下定决心跟上来，指挥官愿意全力帮助你。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黄老师，生技领头羊，迎接新纪元，致富688，今年过好年就看下半年，致富688，今年过好年就看下半年。需要专线02-2781-0909，2781-0909。市场唯一，生技加科技专家，流水理论超越市场，趋势大师黄老师。当冲阵中，时间密码，当冲加波段，双向获利。刷三线02-2781-0909，2781-0909。运达投顾黄老师，生技领头羊，迎接新纪元，致富688，今年过好年就看下半年，致富688，今年过好年就看下半年。需要专线02-2781-0909，2781-0909。车怎么开的？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宝：一、开启危险警告灯，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